庄严的捧灯队伍中，走在最前头的是位护理师，他邀请同事一起参与慈济岁末祝福。我们是以前在成大医院工作，那就是成大两位都是我以前的成大的同事，蛮感动，就是说可以跟他结这个善缘，我心很平静，然后很祥和，希望有下次有这个机会再参加。用料啊，要单车杠，卖水单车杠。想看卖那个挂这几个袋啊！现场还有废物再利用的多样生活用品及环保铜罐，社区民众都觉得很新奇。金帐演绎撼动全场，每个动作都是经典呈现。最特别的是，现场还有手语翻译。有了手语翻译，然后他们知道整个大会整个进度是什么，他们都能够很清楚。希望之后有更多的龙朋友可以一起回来。还有那个歌曲手语歌曲的表演，让我心灵呈现一种非常的沉浸，非常好。活动最后，社区民众捧着新灯许下愿望，祈愿人人平安，社会祥和。大安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。